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伊娃好自如》。耶！自己的青春已经没有了，所以最喜欢跟有青春的人在一起。那么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这个国大九十度中文歌舞剧社的学生相聚在一起，要谈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那就是学士之后你是要继续进修还是开始工作。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提起来就是毕业就等于失业啊。我不晓得全场的同学同意这句话的请举手。毕业就等于失业。好，张扬，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同意这句话？首先在毕业的时候，我们是一群新鲜的这些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所以说我们会很难找到工作，在会感觉社会很迷茫的一群人，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的话，在我毕业的那时候我可能会很迷茫，不知道会找什么工作，不知道什么工作适合自己，所以说就失业了。了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尽情享受你的大学生活，完全不去考虑到那个时候再来想，对吧？那新涛呢，为什么你也觉得毕业就等于失业？我个人觉得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像大学毕业了以后都不会出去做自己的专业，他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然后毕业了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说四年大学完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的兴趣不在这一方面，我可能会去学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去做工，会去做其他公司其他方面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这个方向这个问题就是说要考虑得很清楚。可能台下刚才没有举手哈，我想要问台下的同学，如果毕业等于失业，是不是在你的概念里面是这样想的？是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吗？哇，哎，他们比你们坚强哎。来，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真的很仔细的想，你们都是大一的学生对吗？几乎都是大一的，我想请问一下，你要在这四年累积什么样的资源，才可以称之为你是大学生？我想要知道这四年你想累积什么样的资源。来，这位戴眼镜的同学，对，坐第一排的，麻烦你上台好不好？那我个人觉得的话，那首先作为一个学生，那在学校里面我们学到的专业的知识，在课堂上学到的那些理论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经过大学这四年的时间，我们在价值观，在看待这些事物的观点上，你的那些思维方式有哪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呢是更加重要的。那么因为在社会和学校肯定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soft skill 要更加的比那些课本上的知识来得更加的实际一些，更加的重要一些。包括还有一些资源的积累的话，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多去做一些实习的机会，那对于你个人的这个涵养方面，包括你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些亲身经历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还有你的这个人脉的话也会增广一些，你可以认识到各个层面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呢和你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更开阔你自己的眼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做到的。好，非常谢谢你，谢谢。其实我在讲的更实际一点，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们常说同学，如果你同学将来成为了总统或者是部长，那你的人生就可以平步青云，对吗？所以同学是你在学校里要建立的人脉，所以我就是在问，还有教授，他将来可能要帮你写很多的推荐信啊，然后你的前途可能有一部分掌握在他的手里，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真的想问你们大一的学生有没有想过，进来学校这四年你打算怎么样累积你的人脉，因为在美国的学生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下尽了心思，他们参加任何的社团都是为了累积未来在社会赚足自己前途的资本，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有没有这样的做法，实际的做法，或者完全没有想过，还是觉得这样子太过现实，你只是想要享受一下在这个大学殿堂里面很
谈个恋爱啦，毕业分手啦，啊，然后或者是享受一下无拘无束的生活，只需要面对读书。来，朱婷，舒婷，你可以说一下吗？因为我们这个社团也是学生自发的一个社团嘛，然后我们社团，比如以我自己为例，我组建这个社团的初衷就是说能够从头开始一点点积累自己的人脉。如果你在大学里本来不是认识很多学长或者学姐的话，你在一个现有的社团里面很难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就说如果大家新生组织在一起，那么从什么事情都一点一点开始做。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歌舞社的活动，我们肯定要跟学校老师联系，教授联系，像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教授的情况下，我们就是通过写 email， 写很多 email 看哪一个教授回复。那么通过这种 email 的交流，至少你会认识很多新的教授。那我们的资金问题我们就会出去谈赞助，然后从刚开始没有经验，然后去了解这个公司，然后跟公司的高管来谈赞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你不断积累人脉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跟同学们的交流中，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一起团结的来做这个社团活动呢，就是说在各个不同的专业的同学都聚在一起，这也是一个积累人脉的过程。那可能今年大家忙社团，可能明年大家就是说把重心放在学习上，因为第一年了解一下学校的课程，第二年可能重心放在学习上，然后第三年去参加一些社会的实习活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到了大四毕业以后，就比较容易在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人脉，比较好找工作。因为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一定想要先了解你们，因为有些人是属于浪漫的大学生，啊，他这四年他不想什么，学校里哪一个男子帅啊，女生漂亮啊，我们一起来共同享受这个阶段，这没有错的，哈。然后有些人不是，他一进大学他就已经想好了，这是我累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四年。有这样想法的人请举手，而且你采取了很实际的行动，因为我就是属于这样的大学生。就是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我毕业要去哪里，然后我要怎么样累积我的人脉，我要怎么样给教授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然后我必须常常了解同学的特长在哪里。有这样做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吗？好，来，请你回答一下，是雪姨啊。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读完 A-level 的时候就会有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的休息，然后就要准备进入大学，然后就会在想说其实进入大学你真正想获得些什么，然后也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就很搞笑，他就会介绍说啊，你在大学其实你真正可能学习就是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积累人脉或者说你以后所谓的领导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然后我在想说好，那我也要做一个有目的性的大学生，就不要像说在初级学院一样就只是很欢乐的那样度过，就觉得要为以后社会啊打下一下基础。因为我是觉得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工作是我自己非常想要的，然后刚进来然后就是想说为了这个目标去奋斗这样。因为我记得一开始我有看一本书，他说你积累人脉的很重要的方法是派明信片，他说就是你每见一个人然后就给他下你的明信片，其实就是只是你的姓名啊电话这样，就如果有明信片的人他也会给你，然后你就可能慢慢累积每积一点点交流。但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大概半个学期过去之后，我觉得其实挺累的。对，就是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你很带有很大的目的性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就觉得交友变得没有这么单纯，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老实讲就是说可能大家价值观方面还是各有不同，所以交流起来其实不一定是不见得是和每个人交流起来都是愉快的，然后可能他会你觉得他会对你以后有帮助，但是如果你觉得和这个人交流并不愉快，那我觉得就我这个人的性格就觉得哎，还是不能深交，还是想找那种志同道合的同学。 对吗？然后发现就是到了这个学期之后发现还是就做个简单快乐大学生来的容易一些。好，我想问你只想做一个简单快乐大学生请举手。你告诉我，你把大学定位成什么，在你人生里定位成什么？我觉得我是更把它看成是我能享受生活的最后那四年。因为进入社会之后遇到的人还有什么友情啊什么同事关系啊
都不可能像在校园这么的单纯，然后 我也不能就是像现在这样能这么简单的去享受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或者是我想要享受的快乐，因为出来社会之后我承受的责任更多，不仅是对家庭或社会来说，我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责任方面，所以说我不能像现在这样这么单纯的去享受我的生活，去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我就把它看成是我能享受生活的最后那四年，就是很单纯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每一件事的。好，那反过来问，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有社会的感觉的请举手，不会有那么单纯的学生感，你已经有社会感的举手。好，来冠乔。对，我可能和他们不太一样，我是大二的，但是大二还跟大一混，你就知道就是目的性没有特别强。没有，就是因为可能在大学待了两年，然后我之前前一年有在外面做过一点点实习，所以我大概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的去接触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尽我最大的可能性去保持不那么功利。就是你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带有一些目的性，然后你在做事的方面你会变得更加圆滑，然后小孩子的时候可能觉得我不喜欢这件事情，我就一定要告诉你，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那我有我这个责任去告诉你，去跟你讲有可能这样做会更好。那现在反而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我会默默地自己跟我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在做，我一定不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状态下我不会去告诉他，就是慢慢的在一些处事的方面你会变得更加圆滑更加社会。是，这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展开了。那么我们待会儿要进入一个话题，就是说你们认为大学是为了累积你们将来薪水的一个跳板吗？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我要继续念硕士，因为硕士的起薪呢可能是多过于一个学士的4000块钱之高，这之间相差了4000块钱。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说学士跟硕士之间的薪水可以相差到4000块，不知道的举手。好，听了我这个话以后决定再念硕士的请举手。为了那4000块吗？我们等一下继续聊。从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改变？ We have to come out innovative product to save energy, save manpower, to help the in this industry, especially in F&B. 专心运包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配。哦，原来是这样，就外行人讲话没办法。Lily 是内行的哦。我们有很多酒店，很多大的商场，都很认同我们的产品。他们尝试过我们的茶，觉得我们的茶很不同，也不用放糖，所以觉得很独特。对啊，你一定要尝，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喝过了，真的是太棒了，我没有喝过那么纯粹的茶。其实今天一开始我想问张扬哈，有些人认为大学就是为了累积将来的薪资，因为呢你知道现在学士跟硕士的薪水相差了3000到5000，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想要再去读硕士，因为他希望毕业以后至少起跳点比别人多了3000到5000。那么你认为大学呢是怎样的？首先你好像长官致辞啊。来，其实我读大学来来来，其实我读大学的原因是，首先我要学一种语言，一种到两种语言，因为说句实话我的将来70%都已经被父母安排好了。哦，因为我没有太多我的选择，就比如说因为我就一定需要去读攻读日文，
然后去日本继续自己家里的一些产业，所以说就一定要去学妈妈想要学的东西。所以说我想在大学的四年里面去做一些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就去尝试不同的事情。了解。那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被安排好了，好心安呢？我在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你会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对吗？啊，你会再想念硕士吗？我想念硕士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在学校多待几年，再可以晚一点进公司啊。晚一点接家里的事业对吗？这里面有谁想要念继续念硕士的？有谁？观众里面。好，来，你为什么想要念硕士？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跟张扬差不多，我也想说就是在学校再多待几年，因为之前我也有去实习啊，去打工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外面的社会真的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轻松，所以就觉得学校的生活还是比外面轻松很多。你可以举个例子吗？你怎样看到外面没有那么轻松？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去打工，然后有在公司，就是虽然是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做化妆品做服装之类的是我自己喜欢的，然后可是就是阶层分得很明显，然后每个人都有点小勾心斗角的感觉，然后所以就觉得不是很喜欢。所以你希望念硕士留在学校久一点？对。有没有谁希望毕了业赶快就出来工作，不要再留在学校了？我先问一下台下有没有，有没有？台下都等一下，台下都是想要留在学校对吗？那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说一下你想留在学校，真的很不愿意进入社会，你会真的很不想进入社会，有没有？来，这位同学。好，其实我下个学期就要去澳大利亚学习了，所以其实我来国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参加这里的国大戏剧，就是国大drama，我是想要体验一下他们是怎么演戏的。然后其实我真正的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想要去澳大利亚读我喜欢的专业。嗯，对。所以你喜欢校园多过社会吗？不是，因为我去澳大利亚我会去读医，然后它是7年的一个 program。 哦，你将来的愿望是做医生？对，所以我没有选择，我7年以后我还要去实习1-2年，所以我到时候就要30岁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真正开始工作赚钱。哦，所以你会很期待那个时候开始赚钱吗？其实赚钱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真的是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想要去完成它，然后在完成梦想的当中也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演戏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你希望在进入医学院之前先把这个梦想给圆了对吗？对。因为你会认为做了医生以后可能不会再做这样疯狂的事情。对，没有那么疯狂。哦，很好，你们都好浪漫哦。那个头发梳得很浪漫的那位女生，你可以说说看你会继续留在学校还是要继续就是马上出来社会工作？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不能毕业直接读博士呢？哦，为什么要先读硕士？好，你是希望马上念博士吗？因为我听说硕士它分2种嘛，一个是研究，然后一个就是上课的那种，一个是1年或者是2年，然后它又有其他选项，就是你可以直接读博士。我就想你只读这么短短1-2年硕士有什么用？所以呢你会希望念硕士念博士？对啊。所以我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拿一个高文凭，还是说你就是喜欢学习的生涯，喜欢研究？其实我觉得跟个人选的专业有关系吧，因为我是学那个工程的，所以这专业性比较强，人家都跟我说你学工程你要读高一点才有市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读博会比较有好处吧。好，我们回到一个很现实面呢，你们觉得读大学不管是读硕士还是博士真的对你将来的起薪薪水有关系的请举手。你会这样认为的，因为老板的认为跟你们不一样哦。好，是会这样认为的对不对？来，伟鸿，是伟鸿吗？伟鸿，你会继续念硕士或者是博士吗？我的打算的话就是我会想要继续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想要从事教育专业的。对，然后如果可以读得再多一点的话就可以教
年龄层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就因为我听说那个读完博士以后才可以就是在那个大学里面教，然后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所以你很仰慕你的教授们的生活是吗？对，就作为一位教育人员来说，就从事教育业的工作来说，因为我觉得除了在学校的教课啊，然后准备一些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可以有时间可以研究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作品啊，然后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然后比起中学的老师，因为他们要更多的照顾学生，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在学生身上，就是可能自己兴趣方面的东西会减少，但不是说我不喜欢教学生，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就是有得有失吧，就可能少了比较单纯的那些孩子那些沟通方面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有时间在自己更有兴趣的就是花在这些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现场的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的安排啊，无论是选择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所赞成的或者是反对的，基本上他们是很清楚他们要什么的一群年轻人。可是你知道哈，现在啊有人说过嘛，台湾以前流行一句话，就是台北市街头的这个招牌不小心掉下来，就以前很难打到一个学士生，现在很容易就打到一个博士生，所以念博士的人越来越多，对吧？那冠乔，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自己是打算念硕士博士的人，对不对？我是不太打算读的。你是希望马上就出来工作？就出来了。原因是因为第一，我选错专业了。选错什么专业？我是读工程系的，然后本来一个就是当时初中高中的时候对自己的数理化还挺有信心的，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发现哎，真不是这个事儿。就第一是作为一个女生读理科确实挺苦的，然后越苦就越不想读，然后现在就有一种读不太明白的感觉，然后就因为这个对自己的专业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毕竟我觉得我这种状况在大学里头不是少数，很多人在，因为我们刚考上大学，说实话17、16，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以后的规划是什么，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知道你以后到底能不能做成，然后等你真正的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发现它不是你喜欢的时候已经晚了，你已经大一大二了，没有机会再给你去转系了。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上学，上学对我来说只是见见我的朋友，每天聊聊天，见见他们挺开心的，还有一点就是参加社团，然后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我的大学可能对于我来说是给了我更多的时间让我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我为了我喜欢的事情我去做努力，比如说我现在在申的一些实习的机会也是不是说我专业的，虽然说他们有说那你大学这四年还要在这学什么，但是我觉得一点就是不管你喜欢的专业是什么，不管你学的专业是什么，它总会带给你一些的，你学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所以我尽可能的把这四年给熬完。哇，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哈！有没有谁就是毕业以后像他一样希望快点就离开学校投入社会展开自己新的生命篇章，有没有？好，来，原来你们三个都讲好就坐在一起啊。因为我觉着生命其实就是一场旅程，里在不同的年龄要经历不同的事情，我认为大学这四年就是尽情的把你想做的事情尽量的发挥出来，你想实现的梦想不敢想的梦想大家一起说出来，一起有很勇敢，然后不用考虑后果，因为你有一个很结实的平台，因为你在校园里面你去实现你的人生的一些小的梦想，而你过了这四年我认为就是可以去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你可能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就是一个新的旅程，可能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你有不喜欢的或者有新的了解，你还有选择可以回到校园啊，或者是比如说去旅行啊，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尽快的进入下一个阶段，然后你的人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
精彩的片段，而不是说大学生活很美好，我们就要一直留在这里，想尽办法留在这里继续往上读。对，就我觉得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我都是想让自己尽早的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然后选一个多一点的选择。了解。对，那个雪姨是吗？来你说一下，因为你们三个都是希望毕业赶快出去的。其实我的原因的话，我是因为我现在大学读的是统计，然后它可以你选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学科，然后它可供选择就是你继续读硕士就是的大门还蛮多的，然后我现在我就不太清楚自己的兴趣或者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我想说大学毕业拿到学士学位之后到社会啊去看一看，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实习一下，就是去学习一下，看一下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里，然后再决定说下一步该怎么走，再说去读一个什么硕士学位。我觉得硕士学位应该是要根据你以后工作的岗位去决定，就说你还需要些什么技巧，然后还需要些什么文凭，或者说还需要些什么人脉，然后你再做决定。所以其实离开大学然后就马上进入社会，我更想的是说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其实我跟他们谈话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哈，因为他们真的还没有进入社会，所以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是不管社会的哈，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的，但是就是这一点会让人家觉得够勇敢。那要念硕士跟博士的举手，我看一下，要念硕士跟博士的。好，那就问你们这几位同学啊，新涛你待会儿回答，如果现在你来我的公司应征，你摆了你的硕士跟学士的这个资历，可是呢我是一个很重视能力跟态度的老板，我根本不在乎学历，假设啊，那但是这份工作这间公司你又很喜欢，那他给你的薪水不是给你一个硕士该有的薪水，你会选择吗？我如果真的对这个公司特别感兴趣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说留在这个公司，因为说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你的公司的，所以说我只举例啊、哦，我知道就说自己如果真的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如果真的能得到的话，最后如果说真的被应聘的话，这个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人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十全十美都可以说一定能完成。像比如说我来 NUS， 我其实打算是想读医的，但是因为成绩不够，然后由于父母各种压力，我就是最后没办法，所以现在读的专业可能是我父母喜欢，但是不是我特别希望去读的，所以说最后学士毕业以后可能会出去先累积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可能会回来再继续读，因为父母的期望就是说会比较高一点，父母都是博士或者是硕士，所以父母对我的要求会比较高，我也可能会继续去读。哎，我觉得很奇怪，我真的今天很惊讶，我以为现在年轻人是不甩父母的可是我今天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一直听到很多年轻人讲父母亲安排我父母亲的期望啊、请问父母亲希望你们读硕士博士的请举手，父母亲希望你快一点出去赚钱的请举手，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妈妈希望你快点出去赚钱？因为他们有跟我讲过他们怎么说他们意思就是说就读一个学士然后就出来赶紧工作，然后他们觉得可能社会经验比较重要，但是我还是比较想要就是读硕士和博士。所以他们希望你快点赚钱这件事情有没有压力？没有，他们只是希望我积累社会经验，然后薪水上面没有什么要求。好，在你后面那位男士哈，来，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你的父母亲对你的期望值是什么？其实我有一个就是我父母没有很明确的表达他们希望我将来做什么，或者让我读硕士，或者让我马上出去工，他们没有明确的表达，所以说这一点我倒没有很大压力，但是感觉没有很大压力而已，但是其实自己心里会很迷茫，说你毕业之后你到底真正要迈向哪里，所以其实还是有那种有时候想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压力那种感觉。是
那你会利用这四年在学校期间弄清楚你将来想要迈向哪里吗？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的讲九零的人是怎么想的，男生是不是仍然有压力感，还是找一个很能力很强的就少奋女人然后少奋斗三十年？其实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这些都要靠自己来想嘛，所以我个人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会不断的探索说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自己的安排要怎么样安排，然后怎样才能够，其实我个人也会比较希望是尽快的进入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之后我会可能会更知道说哪些方面是我需求的，我更需要得到是什么东西，所以然后我再看我需不需要去学更多一项技能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希望在大学里找到答案，你觉得你的教授可以给你这样的答案吗？所以他足够了解我，真的他能够和我有很足够多的交谈才能够明白吧。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求救的话，光自己想得出来吗？这个应该有难度。我觉得就是在你不断的在这种学习当中，你就会去探索嘛，你会去询问别人，然后你会自己思考，这样你就会得到答案了。是，那在后面我要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讲的话。来，这位女生啊，你觉得你念大学是为了争取更好的薪水吗？因为你知道国大是一间很棒的学校，在世界排名也是前几名的，那很多新加坡人都认为孩子进了国大以后就表示薪水不成问题了啊。怎么讲呢，国大是我唯一的选择，所以没办法，我只能进入国大。接着可能是家里的期望嘛，我妈觉得国大是世界排名很高，而且可以就是出到社会可能那个文凭是很硬的，她会就觉得对，就很多企业会招收文凭比较硬的那些学生咯。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心安吗？不会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出到社会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不是单靠文凭的，是看你的命。哇，我们现在要讲命了，终于讲到命了，鼓掌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到命了？因为我不知道，就觉得出来遇到什么的老板，进到什么的公司，遇到什么的，是你的命，是一个缘分，你注定的东西。这些是你文凭或许你很好，或者就是好像你说很多人是读博士很多硕士，但是很多人还是失业的，是为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命。真的这是命。就是你出道，我可能是本来就性格比较乐观吧，我觉得我出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即使我现在成绩不一定很好或者会怎样，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的命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他的命硬过他的文凭，你懂吗？来，隔壁这位同学讲得真好。来，你是怎么样呢？你是把大学当成一个累积人脉或者是赚取薪水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让我逃避的地方吧。哇哦，因为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连我的专业我都还没选好，然后更别说以后要出来工作还要继续进修硕士或博士。所以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是能让我慢慢寻找自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让我找好自己的定位吧。然后你想花多少年的时间？你知道哈，我跟你分享我念大学经验。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大三大四就开始女生拉警报，男生呢就更紧张，因为他们要去找自己的机会，可能要结婚要成家，社会责任就是一下子就来了。在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年代的人，对不对？大学一毕业大概就想结婚嘛，这件事情。像你们的话可能毕业一直到35都还没有想要结婚嘛，可是那个年代是这样，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来来来来来，你的命是要注定结婚的吗？恭喜你。来来，我们再听他说一下。我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就是我爸妈在很小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分开了，所以我一直很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很希望回到家里看到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所以我对婚姻比较向往，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定的题目是继续工作还继续读书还是继续工作还是然后你是先结婚，你给我们第三个选择对吧？对，很好。其实很多选择，你的命也很多选择。你会你会在学校里找吗？我已经有了。很好，他不在这里啦。他不在国也不在新加坡。哦，对对对对，了解。那我们以后好好的聊这方面的事情。来，前面还有哪一位没有发言过？好，来，你可以说一下吗？你要继续读书还是什么？我是看了这么多个回答，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所有的问题没有绝对跟，就是一定说你要去。所谓说一定要去念硕士，一定要去念书，或者说你要去工作，其实没有。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在现在，但是我可能不知道别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还了解不够。所以问我在我所谓我在这边成长的六年，就是我这边认识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朋友都告诉我说，你自己你想要做什么，你要很确定自己去探索。他说就是说你只要想去做我们都支持你，就是我在 JC 的老师，他甚至说你虽然你可能不擅长这个，但是你如果想学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只要你愿意去做我可以帮你，就是只要你愿意去努力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所以说我觉得说人生没有这么多的所谓的绝对吧，就是相信说你可以去尝试。对，很好。那今天在要到尾声的时候问你一件事情，静下心来想，你觉得因为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到大学，你认为现在是你学习生涯里最美妙的时间的阶段的，请举手来。张扬，为什么是最美妙？我妈妈终于不跟我住在一起了。我忍很久了。我没想到是这个答案。其实就是自己独立吧，是一种独立的一个锻炼自己。其实讲实话，我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学习，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说，就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说，学习为什么要学习，是因为就是要学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以后当我们做工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读书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是因为说就算在读书这么讨厌的一件事情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到很好，证明说如果我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更轻松了。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哎，你妈妈并没有白教你，你知道吗？来，新涛，为什么这段时间是你的学习生涯里最美妙的？因为我是很小就在新加坡，我基本上接受到了新加坡的小学到初中到 JC， 然后到当兵，然后到大学。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很残酷，我当年呢小学四年级分流，六年级 PSLE， 初二 streaming， 初四 O-level， 所以这一路过来呢，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读书。然后呢，第一开始就以为说上了 JC 以后就不需要管，因为 JC 入大学是60%到70%，就以为说已经半个脚已经上了大学，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又继续在 JC 一直又很努力的在读。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我真的就是说想真正去体验大学的生活，然后读书呢就可以说先放一放，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哇，还有谁来补充一下？伟宏说一下为什么最美妙。因为其实吧，可能大学之前的生活真的是特别特别单纯的，然后就是大家交流的时候没有说那么多的心眼，但是像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你会觉得他们讲的话可能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有一种接触到了一点点社会的影子的感觉，但是又没有真的像已经进入社会那么残酷，那就觉得在大学里面可以同时享受着单纯，又可以就是接触到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兼顾了两者，可以很安全的冒险。 对， 对吧？对。好，但是我想要倒过来问，里面有没有人觉得现在的阶段不是你觉得最美妙的，反而是以前更好？来，后面那个手举高高的可以讲一下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惊讶？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是最美妙的时光。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大家都忙着准备高考，然后就每天就在一起读书，然后吃饭回宿舍，然后都是在往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然后大家也互相鼓励，平时也有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呢，又感觉有点孤单，就是大家都往各自的命运去走，然后又来了，我们又来命运，对，好，各自的命运走啊。对，所以就感觉比较孤独，就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有时候也需要朋友的一些关怀那样子。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朝一个目标走。对。对，现在虽然大家都在一起，可是大家都在走自己的路，对吧？是。就会有一种寂寞感，对吗？对。来，前面那个，你也是那种，这不是最美妙的时刻。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在国内读完初中，然后过来这边的。对于我来讲，就是那段最美妙的时光是我在国内读初中的那三年，就是那三年的话是我人生就是变化最多的三年，就是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从以前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段时间认识的朋友啊，就是那种感情是我觉得是超越任何言语的那种存在，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一些事情，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吧，都是那种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以带着微笑入睡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感觉是就是我就从来就再也没有，我来到新加坡以后在大学里不会就再就不可能再有过那种感觉。对，是。那你也点头的原因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要我排名的话，我的第一名会是幼儿园，然后第二名排的是大学。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怎样的，但是现在我的印象来说，我最深刻的还是幼儿园的时光。我觉得我永远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幼儿园，然后就是自己搬被子啊，然后和小朋友一起睡觉啊之类的，然后每天不用担心就是今天要上什么课，要吃什么饭，然后有爸爸妈妈来接送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单纯然后又非常快乐的。然后大学其实跟幼儿园差不多，就是不过没有搬被子就是了然后大学也是蛮自由的，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光，然后结交到很多不同的朋友，可是压力还是有的，所以我可能就比较怕压力一点。然后觉得好，最后一个我做一件以往我不做的事情，就是我不发问。有没有谁想讲一点点心里的话在这个节目上面？心里话，每天发微信发很长的。好，来来来，咱们说你是微信常常来讲一下。不是，我觉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也只是我们的潜意识而已，很多时候都是更像这位同学说，就是顺其自然吧。人有的时候想法变得很快的，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人生机遇这个问题。可能你无意间碰到一个机遇，一个公司的 offer， 你可能就去上班了，可能你没有碰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继续留在学校。然后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一直在做选择。其实我们都说在选哪条路，其实你走过这个事情，路就形成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也就是说我觉着最重要就是说人活一辈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你问问自己现在想做什么，就不要想结果。其实任何选择都会有不可带来预知的一个后果，你还不如就是随着心走。你这个时候想做你想做的社团，你就去社团；想学习了你就学习，想工作了，想交男女朋友了，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国大和90度中文歌舞剧社的同学聊天。我感受到一件很深的事情，我不知道在电视机前的你感觉到没有。我们往往总以为年轻人他们是充满了幻想的，他们确实充满了幻想，但是他们有时候居然会服从命运，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再来一个，你看他们在自由度里面飞翔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又非常的现实，因为他们照顾到现实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国大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但是给我一个新的感受，他
他们是一群踩在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年轻人，这样是活得快乐还是活得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么也希望他们未来的选择是他们自己想要的。非常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全球的观众朋友再见。力的呼声，让你的生活更美好。